是生家皇家的大喜日子，爸爸真的这一生中是最高兴的时刻。很感谢爸爸妈妈给把宝贝君如嫁给我，然后我希望你们不是觉得把君如嫁出去，而是觉得你们多了一个儿子可以照顾你们。陈伟，你一定要好好爱心。不会的，两个人要互相体谅，互相扶持。要幸福下去哦。好。给你满满的幸福。还有呢？等一下再讲。留一点话，等一下讲。君如，还希望你和你一起携手走过青春年华的时间。感谢你把宝贝的青春给了我，包容我的幼稚，体谅我的任性。三千五百个日子里面，谢谢你，不曾随便放开我的手。沈君如是女神。沈君如。啊，对，是女神。吃五仙。君如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可以。妈妈，我真的很爱你们，非常爱你们。是你们当初怎么相爱，只是要坚持到底。因为是爱很重要，心中一定有爱，可以化解任何的争执或是有问题。希望君如已经成为人妻，两个要互相扶持。幸福下去，谢谢你们，就是给了我一个很温暖的家，让我好好长大。谢谢你们。奶奶，我的母亲奶奶要生前要给你的，她在就如同奶奶在。始终如一，我爱你，我爱你也始终如一。